就是比较瘦的防水绒布短靴，然后它是做这样子，有点像是袜靴的感觉，这就是比较瘦。右边是打造漫画腿，然后底台的部分也是有些微的差异，你们现在看就是画面上应该就看得出来。然后左边的就是比较瘦，它的筒高会稍微比较高一点，也没有拼接，然后筒高有做一点点比较短，就是有那个切口的部分。切口部分，对，打造漫画腿它的楦型会比较偏圆一点。那就是比较瘦呢，它是圆方楦，好，这样你们应该看画面现在就可以看出来，是蜡绳鞋带。正面我觉得差异就不会到那么大，五公分，一个是 5.5 只差 0.5， 但是显瘦度它们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强大。手的那个整双防水绒布的袜靴部分，然后这个是打造漫画腿拼接防水绒布的军靴，它后面是有做一个切口，这双是小腿线条会看起来再更修饰一点。如果你是小腿肌人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是打那个就是比较瘦比较强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比较瘦，它的筒高对于我小腿肌的位置来说，它会接的比较顺，因为我小腿肌比较就是形状关系。两双都穿给你们看比较一下，这个是就是比较瘦，然后这个是打造漫画腿，这样两款你们可以感受一下。看背面，就是比较瘦还是比较强。就是比较瘦的话，就是会整只腿是瘦。